跟住出場咧，亦都係啦啦隊，不過係嚟自美國華盛頓嘅火紅啦啦隊，佢哋係第一次參加香港嘅花車巡遊表演嘅。咁佢哋咧就喺1962年成立嘅，憑住出色嘅舞步咧，而家已經發展咧成為專業嘅國際表演團隊噶啦。咁更加被譽為咧 NFL 美式足球聯盟裏邊咧最具歷史同埋創意嘅舞蹈隊伍噶。咁啊，呢一批美貌、智慧以及才華並重嘅成員咧，都有住豐富嘅舞蹈咧同埋演藝經驗嘅。佢哋咧被讚譽為啊美國眾多啦啦隊當中嘅頭號美女啊！每個啦啦隊美貌主持人並重，係美國最具風頭等級嘅。其實本來咧，我哋現場嗰個氣温咧都幾凍嘅，但係一見到佢出場咧，即刻充滿曬熱力啊！嚇，係啊，熱情澎湃啊！嗱，見到我哋嘅觀眾咧，都係睇得非常之投入噶。係啦，見到佢哋嘅舞姿咧，非常之純熟啦，而且咧就係技巧非常之高嘅，非常之合拍嘅啦啦隊啊！其實啦啦隊咧係好講求呢個合拍性咧同埋技巧嘅。見到佢哋動作咧非常之有力嘅，尤其是個腰部嘅動作咧扭得非常之有力啊！係啊，嗱，你睇下有小朋友都跟住跳，好開心。冇錯啦，其實如果我後生幾年，我都想去參加。你而家都可以嘅，多謝你啊！冇問題，冇問題，冇問題。俾到福利住你啊！冇問題，冇問題，絕對可以啊！